来自重庆道地的小面，正宗三姐猫儿面，让事实面食的北方人也不由得大大折服。采用细面条的猫儿面，吃起来的口感层次分明，相当 Q 弹有嚼劲。这里干湿面皆有，而大受好评的牛肉面配上店家自制的酱料调味后，再撒上只有重庆有的辣椒作为陪衬，口感鲜甜又浓郁的牛肉面相当受到喜爱。另外，店家的干面条用番薯泥配上大量的肉燥，肉燥已先用辣椒的香料拌炒过，香气逼人，所以往往面还没上桌时，香气就已经先入鼻中，让人垂涎三尺，忍不住一碗接着一碗吃。